许廷铿呢日喺尖沙咀出席活动，虽然因为附近有游行，所以要兜少少路，不过最尾都可以同大家见面。佢又话希望市民安全为上啦。我觉得呢个时候系好似我自己都系啊，呢段时间都反而系要听多啲歌，即系可能有啲情绪嘅抒发啊，啲情绪出口，其实用音乐嚟做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咯。最近许廷铿就因为一张抱 B 相，居然俾 fans 以为佢做咗老豆啊！係啊，啱啱開始做第二任嘅舅父啦，就做到第一個禮拜到啦。啱啱新嘅 BB 女咧就翻咗屋企啦，係啊，因為大家姐其實兩年零啦就生咗第一胎啦，咁而家咧啱啱就我啱啱都公布咗就係生咗第二胎，咁我都覺得幾得意嘅，就係我 po 咗張相上網啦。咁我始終都係第二任舅父嚟噶嘛，咁啊有啲經驗啦，即係抱個 BB 嘅手勢，咁跟住抱完之後咧。有啲可能係外國嘅歌迷咧，佢就 message 咗話：咦，呢個 BB 係你㗎，好得意喎！咁我係呆咗嘅。咁但係我都覺得原來有歌迷係會期待我可能有一日係有 BB 嘅。咁我都諗下啦，諗下呢個方向會唔會係宣傳嘅渠道之一？講笑啫，講笑。我諗唔會啦，我起碼會揾到一個盤先啦，即係揾到一個女仔啦，再慢慢培養啦，咁跟住之後睇下有冇機會開花結果。好似距離好遠咁啊，呢件事同我，咁所以都要花啲時間去尋覓，尋尋找找啦，為何都找不到咁樣。